不错哎，你还有胆子回来？老板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？早在明福相泄露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暴露了。我没有，我保证是真的没有。猩红呢？猩红他让共党发现自尽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共党抓住了他，然后还没问他，他就咬了一口，然后他就没气儿了。闭嘴！我给你的东西呢？我不小心打碎了。不小心，唐贤福。你现在还给我撒谎？我没撒谎，我都怪那个黄脸婆，跟我也没关系啊！我，哎，老板，要不这样，你再给我一个。你以为那个东西这么好搞到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。在隔离区有没有服药？我没有，我黄药过敏啊。很好，现在虎列拉的病毒就在你的体内，你现在就是一枚活的细菌炸弹，你的排泄物一样可以完成任务。您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只要你能够完成任务，剩下的请我照样给你。您放心，猩红的牺牲不会影响这次的行动。这次的行动一切都在属下的掌控范围之内。属下保证，等这次计划结束，属下会让该消失的都消失。你最好不要让我再失望。今天自来水厂的礼服。他说当时自己被迷晕了，除了丢了钱包，自己被扔进垃圾堆里，别的好像什么也没丢。不正常，太不正常了。怎么不正常？被丢在垃圾堆不正常？当然不正常。那条路是通往茉莉餐厅的必经之路，好多人喝多了都会路过那儿。如果只是为了钱，劫匪不会只干一票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报案。没错，丢钱只是一个幌子，他身上一定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他只是被迷晕，而没有受到伤害，为什么？他不想让别人发现。可是除了钱之外，他身上钥匙、戒指、项链，其他什么都没丢。他在那个自来水厂是做什么的呀？供水车间主任，水厂的供水设备都由他负责。供水车间。对。是钥匙。那把钥匙应该是供水车间的钥匙。复制了那把钥匙，他们才能投毒。没错，他们就是用焦文星的身份进入水厂，用礼服的钥匙进入车间。那咱们就张开口袋，等着那个拿着钥匙的人。哎，我发现长乐长进了。行，就这么办了。大伙准备抓捕。
哎，同志你好，出示一下出入证件。啊。焦英同志，你是这批新入职的吧？啊，对，我被分到三车间了。嗯，好，进去吧。哎，焦英同志，三车间在那边。啊，哎，阿星，哎，乔文新，刚才听到你名字我都愣住了，你什么情况？我你都认不出来了？我呀，阿查。啊。去年我们一起回家过年，我们还一起去喊你捞蛏子。啊哈，阿茶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那个蛏子挺新鲜的。哎呀，吃完就拉了三天肚子，魂都快丢了。你怎么感觉今天怪怪的？啊，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。不对，你这气色也怪怪的，而且脸上。好像也怪怪的，脸，我脸怎么了？你这脸上是沾了什么？你干嘛？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焦兴同志，你去哪儿？我饭盒忘拿了，我去拿饭盒。焦文兴。面具不错呀、啊，大总，大总，星哥，拿回去。敌人在十点钟方向，你和老方看着。长乐，跟我走。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春田狙击枪适合远程狙击，怎么样？这时候你肯定会想啊，我们的狙击手逮捕你不成就要狙杀你，那不可能，这种事儿我不这么干。第一呢，我们要抓活的，你只是你们组织中的一个弃子，所以说你的身后呢肯定有大的人物。第二呢，在隔离区服毒自尽的那个女人身上，我们搜到了装有消音器的手枪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她是要杀你，听好了，她是要杀你。我真的挺佩服你这样的人，人家把你当个弃子，取你的命，你还在这儿给人家保守秘密，装得像条汉子一样。算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啊。你想说就说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啊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！
你先给我倒杯水呗。说吧。他们给我安排的任务，就是用焦文星的假身份混进自来水厂，好让全城还有城外你们那支部队，都给瘫痪了。说说你们的上级。他们就是一帮女的，听说好像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训练班出来的，我连名字都不知道。他每个人的胸口上是不是都别着一个像桃花图一样的胸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，还有什么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院长，是属下糊涂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大罪立功的机会，让我将功赎罪。院长，我也是希望能给黄主任一次难得的尽忠机会。真是，这款新药据说可以没有痛苦快速致死，咱们今天就当临床了。院长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。别紧张，黄主任，很快你就可以去陪被你害死的新红了。等一下，念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今天我饶你一次。谢谢院长，属下一定将功补过，从此绝无二心。千万不要让我把你除名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